Hello， 欢迎回到煞风小秘诀。很开心，在今年 Amuse 他们发表了新的数圈 S1 系列。那除了有新的设计及产生出新的更丰富的音色之外呢，他们这次还非常有野心哦。特别去设计的可以符合一些，比如说像流行爵士或者是流行乐煞风他们所使用的一些铁质吹嘴。好，比较小的吹嘴的一些束圈。那我们之前在使用这些吹嘴，比如说像 Beecher 或 Ducal， 我们其实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如果像它的原厂束圈如果损坏，或者是你并不是非常满意它原厂束圈的音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比如说像是 Beecher 这个吹嘴，它的原厂束圈非常容易损坏。我之前曾经有脱牙甚至是束圈断裂的这些问题，那时候就是非常的刻苦，还用一些方式把它粘起来啊，焊起来啊，但是其实那些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真的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吹嘴来介绍我们现在眼前的束圈吧。首先呢，第一个吹嘴呢就是这个 Ducal， 这个吹嘴呢使用它的人呢非常的有名，但是这个吹嘴是高音萨克斯风的吹嘴，使用它的人呢叫做 Kenny G， 我想大家应该对这名字都不陌生哦。那这个吹嘴呢，我们目前有几款束圈是在眼前有几款束圈是可以使用的，像这个就是 S1 新的，然后它的 size 是可以相容的，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使用在这个吹嘴上面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所以 F1 的这个系列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比如说你喜欢 Kenny G 啊，或者是流行爵士甚至是流行乐的一些乐手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就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些尝试，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蛮棒的。接下来要介绍这款吹嘴，它是非常非常刁钻的吹嘴，但是它也非常非常有名，就是我们的 Beecher 系列这个吹嘴 Beecher。 那 Beecher 它原厂它其实你在买吹嘴的时候其实是有附束圈的，但是那束圈非常非常容易损坏，就是你只要常常锁太稍微锁紧一点啦，它就容易崩牙，然后甚至它的侧边的一些那个比较细的部分是很容易断裂的，我之前都有遇过这样的状况。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非常非常小，它甚至比这个 Ducal 高音还要瘦，你看那这个部分的宽度比起这个部分还要瘦，所以你在寻找它的束圈上面是非常非常麻烦的。然后这个吹嘴使用这个吹嘴有名的演奏家，比如像 Dave Coles， 比如说像常来台湾的 F. Marenzo， 然后或者是像 Eric Hub， 甚至是比如说像 Nelson Rangel， 那其实非常非常多演奏家都是用这个吹嘴，因为它非常非常有名。然后但是其实你在台湾你其实不太容易能够找到就是它的束圈可以使用，所以你的选择性非常非常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Amuse 有可以使用的束圈的，而且它的价格 CP 值非常高，然后效果很好。好，比如说像这个部分，这个然后 S1 的这个系列镀金的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顺利使用。然后玫瑰金，如果你喜欢更温润的音色的话，可以考虑玫瑰金。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比较狂野的音色，所以我喜欢 F1 这个白金。那接下来就是看我能不能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叨扰蔡老师，请他再去制作那个 S1 白金的系列，这请大家敬请期待喽。接下来呢，要介绍另外一款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次中音吹嘴，然后使用它的人有 Bonnie James， 然后 Steve Cole， 然后甚至还有爵士乐大师 Michael Brecker， 然后还有许许多多厉害的演奏家。好，这个吹嘴叫做 Guadala， 那我自己所使用的是 King 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吹嘴还有一个。就是那这样子的吹嘴器都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你看它基本上是没什么腰身的，所以它的吹嘴都是偏小。
那你在寻找它的树圈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哦，因为只要是胶嘴使用的，几乎它都是不能够用的。好，那我们眼前呢其实就有可以使用的，这次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Air Music， 就是让我们都各式各样的 size 我们都有哦，像这个系列是没有问题的。好，那这系列是什么呢？就是你用高音萨克斯风胶嘴的树圈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所以 F1 也是一样，然后 F1 也是可以一样，就是你找那个高音萨克斯风的树圈，它就可以使用，啊。那它的表现力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它可以帮助你轻松的吹奏，然后得到你所需要的效果。在介绍完这些吹嘴跟树圈之间你可以搭配的方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些测试，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是没有机会用 Air Music 这些他们的所研发出来的树圈去做测试，因为 size 上面其实是过大的。那很开心这次我们完全可以使用了，那我们眼前呢我们就直接挑最刁钻的吹嘴 Beechler， 这个 Beechler。然后呢，这边我列出几个吹嘴，原厂的非常容易坏的这个树圈，就是很容易脱牙，这个地方很容易脱牙。然后之前我这边还有断裂过。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Oleg， 好，那我自己本身现在是用这个。然后接下来是 F1 白金，然后 S1 镀金， S1 玫瑰金，搭配我们的必须的吹嘴。OK，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他们在表现上面会有什么差别。相信大家在看完影片之后，听完这些音色的表现之后，大家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音乐及艺术呢，其实是非常带有个人主观的一些认定，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呢，值得开心的是，在于树圈的选择上，我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很开心 Air Music 这次呢所发售的一些树圈呢，它有特别针对像我这样子的演奏者
的一些特殊 size 的一些数圈，让我们在挑选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那研发的蔡老师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奏家，还有萨风教育家。那他不断的从自己的经验，还有从教学的经验当中呢，去一直不断的改良这些产品。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诚挚的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可以带着你的乐器，带着你的吹嘴，然后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次所新发售的产品，它到底可以将你的演奏的舒适度还有表现力带到什么样的境界。那么萨风小秘诀，我们下次见哦，谢谢大家。